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免焊卡扣，小白也可以上手的。这个是线对板，这个呢是板对板，里面有插针的，三个卡点，把板插进去一摁下去就可以了。很简单，维修的神器，工程做完之后送点给甲方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助售后，简单好用。